萌宠来袭，自己的关关自己转。哎呦，冰哥来了，好久不见！哎呦，先来看看我们的宝贝球，召唤萌宠来了，杰克罗素梗。一开始就要表演才艺，哇塞，好帅啊！徐光汉跟他演过电影呢，他就是关于相信鬼的那个狗狗，对，就是射枪猪，其实是攻击性的，他会咬坏所有的家具，他连那个冰箱墙都会咬，养他很贵，水泥墙，水泥。那你们今天两位来是来这里找认养吗？没有，对，想把它卖掉。米克斯吗？哇哇！他有在认真抓。哎呦，我现在比他没有心情看，因为我的狗正在大战猪刚烈。你是看到他一直要挑衅那个，对，把那个猪嘴巴套着拿起来看。哎呦，让冰狗知道一下他的厉害。做到老骨全部的新把戏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就没办法，就卖萌嘛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啊，然后他哈，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他会听我聊天哦。对，倾听很重要。对，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就专心的看着你。然后他那个眼睛，他那眼神就看起来，但大家有没有看到？随着岁月，他听着你讲话，毛变白了。对，以前我们把他以前那么找出来，他没有那么白哦。对，他以前很黑啊。对，冰哥，等一下给你吃牛肉哦，你看。他听我讲，冰哥，等一下有牛肉吃哦，在这里来来来，讲哦，我没有，好多东西啊，哎，这大牛的儿子，哎呀，你看人家儿子毛还铺啊，对不对？鲜食包，这个是那个，等一下又好吃的哦，毛小孩的料理包，毛还铺的这个鲜食包啊，我们这一集做萌宠，然后这边还要感谢这个猫喵星球、吃罐罐啊，这些牛乳都是等一下要送给这些小猫猫狗狗都可以吃。哎，我的冰狗不太喝水啊，等一下给它喝牛奶。对，所以对啊，你们这只狗狗快差一点挂掉，栗子，哎，栗子啊，前阵子在鬼门关前走一回，怎么了？因为他其实年纪也12岁，一直以来身体都有健康，他应该走得很快。哎，真的，哎，不行，小陈，小陈，等一下，栗子，哎呦，这栗子又来了，哎哎哎，他要，我跟你讲，他很久没这样了，他很久，对他表示他很年轻，他表示他身体很好，你们说我不行了，我再给你看，哎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前阵子因为他那个免疫细胞啊，突然突发性的攻击自己，其实每只狗哦都有这个机会，对，突发性攻击自己，然后破让自己的血小板整个破裂，所以整个送到医院是很虚弱。我一直以为说他那天是那个肠胃炎，结果我想说隔天再送过去，隔天送过去我还在工作，我家长送过去直接跟我说栗子要输血，然后整个没有精神，照超音波整个都不动，因为他平常看医生是很怕的。我听到我没有办法工作，我很难过。然后后来就是其实你在那个间医院已经好几天了，每天在那医院花一天1万块，哇，住院，真的住院，但是他找不到任何的原因，他就说他有让他打类固醇，让他停止在破坏自己的细胞，但是他找不到让他生血的方式，他生血的已经被破坏掉了。那我就觉得说，我看到他每天这样也很辛苦，我真的也不想让他每天这样去医院，我有 po 网啊，就跟他说，那不然让他不要那么辛苦，让他跟他告别好了。结果一堆网友就是敲我，跟我说不要放弃，然后告诉我该怎么做，该怎么做，送到哪一家是有效的，那我就送过去那一家。哎，他就告诉我去拿一个处方签的药，但是那个很贵，一罐也是1万块，但它比重比较大。所以呢，要5瓶，花5万块，所以零零总总加起来10几万。那那次这次完之后就有效了，就打进去之后呢，哎，开始他的验血报告就开始涨血了，涨血，哎，我就很感谢所有网友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次把他救回来啊，真的是网友帮了我非常大的忙，所以我也决定要办一个板凳来把电子花车，还有那个舞龙舞狮来帮他延寿，然后延寿，请这些啊帮助过他的人来答谢他们。今天看到栗子的状况很好，他刚刚已经表现过，有有有。
结果给大家看，证明他还行。长命百岁。哎，金沙养的是对道奇兔。兔啊，人家都水手服啊。哎呀，道奇兔啊。对对对对，为什么？其实是男生。道奇，可是我们给他穿水手服。它是一只会穿衣服的兔子，因为通常兔子都不喜欢穿衣服。但像我们去一些兔子的聚会，全场只有它一个人穿衣服。真的。对。然后因为我就觉得，哎，既然我养了一只兔子，我就以它为名办了6年的公益活动，帮助一些幼儿园的小孩。哇。那里有那些照片。哦，办活动，哎，很棒哎。因为我自己活动企划都是我自己做的。金沙很棒哎。对啊。然后圣诞节办的，就是每一年一直办下去这样。那每一年都会帮他拍很多的 MV。哦。那像这一只是。是严爵本人帮我拍，然后还有进录音室也是他帮我录的，对对对。然后像一些作词作曲，就是我每一年会跟朋友一起做，对。然后像那时候是有想法的女孩哦，对对对。下次也要找我们Bingo来参加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然后我们今天呢带了几只非常厉害的萌兔，先来看看我们的宝贝球召唤萌宠来了，我现在要召唤。杰克罗素梗，哎呀，这个听众蛮厉害的。杰克罗素梗来，平湖，哦，他声音是长，啊，啊，有他，哎，平均寿命最长的健康狗狗，哦，他活很久啊，哦，他老人脸呢，对，啊，与可爱的外表相反，为了狩猎，他是猎犬。哦，猎犬容易分离焦虑的粘人精，很亲人哦，很爱塞呢。对，他这种养在欧洲啊，或者什么，他都是成群的。嗯，他们一次养了几十只之多，厉害了。而且这一次是一个小明星哦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默默爸，还有我们的默默奖。你好，好，默默奖。啊，过来。哎，哎，好眼熟啊，小心，小心。哇，好厉害！哎，欢迎默默爸，哎，厉害厉害 ！Hello， 健哥好，我们是老朋友，老朋友，我们已经见过他了啦，对不对？徐光汉跟他演过电影啦，他就是关于鬼的那个狗狗啊，毛毛，小毛，就这只啊，哎，小毛，你也经常帮他在网络上po很多的画面啊。对啊，就六花板啊！哦，我再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呦，林柏宏跟许光汉。好啊，那个第一次彩排的时候，第一次排戏的时候了，第一次认识的时候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这宠物要够稳定哦，才有办法拍这个戏，对不对？不然会很失控。啊，你看这个有没有很多？哎呀，演的这个这么厉害的电影，破三亿喽，现在破三亿嘛。哇，那它这是狗狗的缘分呢，是从泡茶泡来的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泡茶对啊，那就是有一次去我同事家那边啊，他家里刚好生了4只小 baby， 4只哦，生四只，对啦，上下杂 boy， 跟我们家一样，我也是生4只。对对对，但是那个不能够分出去。对，我们我不要想分一只公的，我们有一只公的不要的，现在不要。我们是3母1公了，他生的是3公1母，哎，他怎么就一眼就相中他了？然后他就。哎，他就很可爱，把球鼓溜鼓溜啊！对他眼睛很有神呢，很可爱哦。哎呀，然后去那边泡了大概1个小时吧，他一直看我，越看越缘分，喜欢你就不能养狗啊，我不能养狗啊。我们选中宠物都是要选跟自己投缘的，对对对对。兔子怎么会看你呢？兔子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会。当初其实我是去买鱼。然后是他相中我跟我妹妹，像那种兔子，大家有看过，总是一群都在睡觉，只有他一直站着看我们，看了1个半小时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们全场就是只有他一只兔子看着我跟我妹，然后我们就一直拍他，就看了1个半。3天后想说，如果他还在，就把他带回家。哎。所以我才办活动，我就觉得很有意义纪念。啊，啊，有曾经就是走失嘛？哦，不是他。不是他，是你有别的狗走失了。对对对对，走失嘛，大家都找不到他，9点多不见了，也跑回家，结果没有别的狗，还别的狗，然后到1点多，到半夜1点多的时候，打电话给我狗友嘛，哈，被人家捡到，丢到那个狗医院去了，然后就带猫我讲过去啊，哎呀。就跟他讲，他经历过这一切，一看他怎么样，倒霉了吧，住医院了吧，学长啊，他带回来，然后现在就，从来是一个就很乖，他不用牵绳都不会离开我5公尺的地方，很黏人，真的很黏你，吓到。
到了。啊，不用牵绳，今天为什么牵绳？不用牵绳了。对，刚刚为什么突然急？没有，他怕他跟丽子吵架。你看他还想要玩滑板，要不然你要绕一圈，我们看看，来，好来，秀一下。哇，这个好棒，好聪明哦！从稳定度多高，你好可爱。哎，真的，过来，来，小朋友，哎，没有了，发现也是公狗在那边了，来，哎，输了，我们来，他会跟你吗？我的也是一直跟来，冰哥来，来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哦，来，冰哥来，对，有没有看到布布讲有才艺的哦？来，我们直接给他看看他的表演，好不好？木木讲的表演，来，来，坐下，来坐下。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哦，好了，蝴蝶来，来挥挥手，挥挥手来，哎，加油，来挥挥手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，来挥挥手 ，Hello，Hello， 好厉害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哎，挥手，哎，好可爱哦。挥手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表演变变，就是那个电影中里面的哦，他很会变变，电影里面的哦，哎，电影里面的变变，变变，嗯嗯，哎，妹妹，不力，哎呦，哎，等一下变变的时候你倒下去慢一点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慢一点哦，哎，慢一点哦，哎，专心一点，专心一点，变变，变。好可爱，哎呦！谢谢，我带冰狗过来看，你看人家会这个，你会什么？对耶，好聪明哦！我们现在太聪明了，做第三个表演，拿卫生纸啊，没怪，拿卫生纸也会，哎，没怪，那个你嘴巴脏脏，去拿一张卫生纸，把它帮你擦擦，去卫生纸拿过来，哎，卫生纸，小姐，卫生纸。再一张给我卫生纸。哇，好强，好方便，好棒哦！可爱，真的擦嘴巴，擦嘴巴，好厉害哦！太可爱，谢谢。等一下哦，然后再来，没过来，过来，搬到这里，过来。我他真的跟他跟很紧，好人情，好可爱，黏人呢。爸爸要梳头发哈，一帮帮拿梳子过来，梳子哦。谢谢阿里亚德，他还要真的梳个头发，拿回去放好。放啊，谢谢阿里亚德。对，哎呦，他跳起来亲你啊！聪明了啦，好来，我们再来就是祈祷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有祈祷，好的，好祈祷，都低下去，头低下去。哎，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哦，耶！超强！还有最后一个，太多才艺了，真是太聪明了。最后一个，我们有个倒车入库啊！哦，倒车入库，把库退后，进去了。哇！自己把门关起来，好厉害！自己关门，真的没有看过这种狗哎，不会这样。哎，厉害！来，我们来宾要决定一下，给萌宠罐，来。给奇罐，这要给几罐呢？啊，这个至少五罐吧。啊，五罐，太聪明了，第一个那么强，后面的怎么办呢？好，来，木木爸，你自己挑几罐，好，要多少自己拿，自己搬，牛奶，哇，我们自己太厉害了，等一下给你喝牛奶，好吧？来，我们赶快来看下厉害的召唤萌宠，我要召唤。米克斯猫，哎，挺巧，这是在生气吧？对啊，情还生气，生气成米克斯啊，米克斯猫啊，先天遗传性的疾病相对比较少，比较长寿猫，对啊，那猫咪这个毛色可能跟它的性格有一定。程度上的一个关联，真这样子吗？九成以上的公猫是左撇子，有这个事情。母猫是右撇子，哎，我不知道。哇，这个也未免太冷知识了吧？对，来，一起来欢迎我们仔爸还有仔仔。穿的很什么？你好稳定哦，当男人恋爱时。哎，阿贤，对对对对，那
那个造型有没有看到？他就唱，他不会抓伤你啊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不会啊。这个养多久了？多久？五年半了。哦 ，OK OK。啊，你以前有养过别的宠物吗？我养了20多年，然后差不多有6-7只。6-7，那是本来都是猫啊，对，都是猫。这个本来是要大一点要送人啊，本来。对对对，因为我那时候之前那时候养的猫咪刚好都走了嘛，然后心里很难过，想说在马路上下雨天把它救回来。那时候想说，可是养了养。我太太说舍不得，那我们就决定把它收养下来，然后留着以后呢，就按照我以前的想法去教它，结果就变成这样子，很乖，跟你很亲人呢。对啊对啊，而且没有办法，而且大家会以为说戴个墨镜是 gay 白啥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是为了防止白内障，然后保护眼睛，所以这是猫专用的专用的，而且它那个戴了以后，它眼睛更好了。狗狗也会白内障，对对，狗狗其实也需要，年纪大的时候就会有。哦，你看。他好多的造型，对，谢谢，帅哦，对，他可爱，帅爆了。他曾经跟那个新北市长有见过面，有，其实侯友宜先生，有，侯先生，就我们侯市长非常喜欢他，然后还有陈其迈市长，甚至连我们的蔡总统，哎呦，真的呢，大家都喜欢他，对啊，因为他蛮亲人的。跑到哪里跟这么多位政治人？为什么？因为有刚好有猫，算是蛮政治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刚好去玩的时候碰上的。哦，你看，哎呀，还有柯文哲，对啊，还有李仁，还有一些娇娇娇哥，对对对对，哎，不错不错。那因为他很亲人，他就是说在任何的肩膀上都 OK， 而且相对稳定，很稳定。譬如说，来，再来啊，安静一下哈，你看到我们宪哥是吧？哎呦，换我，在任何人的肩膀上都 OK， 都 OK， 只是有在主人肩膀上，哇，不止不止，很稳定，他超稳定，超稳定的，你这样走他也很 OK， OK， 可以走秀，可以走秀，可以走秀，哎。哎，很少看到猫那么稳定的，对啊对啊对啊，为什么好神奇？来，我们再换路口 ，OK， 你看，哇，试看这个，哦，它是公猫，没有在稳定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看，所以公猫是左撇子。对对对，等下打雷的左撇子啊，很特别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猫是左撇子，它就是唯一，它就平衡感很好。我们骑脚踏车的时候也是带着它啊，真的。对，骑脚踏车对对对，可以带着它。哎，我很多影片都是骑脚踏车的。哇，猫就是这样，经常跟人家相处。对对，它就亲人了，真的哦。妈妈带着它，对对对，还有哇塞，小丑。哎，你真的。带他建立全世界，对对对，他过的是人的生活。对，我希望他给他一个人很开心的人生。不过他觉得他的猫生已经够了啦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连天王都被他骑过了。是啊，谢谢谢哥，都爬到你的肩膀上。对对对，来来，仔仔表演个才艺好不好？点点的肩上，你跳舞。我们挑战一下，就这样。啊，没看看，哎，好吧，我们试看看。哇，那你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把它弄下来，搞下来。来来来，跳个舞，跳个舞。来来来。他自己调平衡感，他有在认真抓，哎呦，对，跑拼，跑拼，跑拼，很厉害，啊，对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来换个平衡感，好，再来，再来一次，来，耶，哎，他立起来呀，立起来，哎，要做好，好帅呀，哎呦，自己调平衡感，哎，那爪子已经抓到你的肉里面了。吓死了！掌声鼓励！好棒！谢谢。OK OK OK OK， 汉典太厉害了，太强了啦，好稳定。但是看到这个喜欢这毛小孩的人，对，基本上都比较爱心，对不对？对，从我们也教育小朋友，对不对？有些小朋友会害怕打动物啊，或干嘛这些，他们可能不懂，但是也从这个举动里面啊，去培养出。爱与和平 ，Love and Peace，OK，Love and Peace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仔仔，仔爸，谢谢仔仔。下面一只谁来了？来，我们继续来召唤一下，召唤一下，召唤一下。我要召唤麝香猪，麝香猪，哦，听听它的声音。这是阿咪老师吧？阿咪，哦哦，哎呦，还会 rap。
啊，一生只认一个主人呐，这大家一心只爱利己的人哦，这么忠心啊，很忠心，很忠心哦。猪可以用屁股呼吸，虾米够用来吸，通过肠道吸收氧气啊，那么厉害啊！而且猪不胖，它的体脂只有15%，哦，十五的很低耶。哎，这个我们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一起来欢迎菲菲 AT 猪猪来喽，猪猪来了。各位，大家有看到他嘴巴是套起来的有没有？有。猪其实是攻击性的动物，开玩笑，反而它会咬，它真的会咬，这没有绑起来真的会咬，有没有看到？咬下去，有没有？它这一只很小了，这一只大概一岁不到吧？超过了，一岁两岁，一岁半。嗯，哦，一岁半，那大吧？你们才养它一年半，还是？对。从零开始，从没有从两个月，你们两位都没有考虑过后果的问题吗？有啊，对啊，他会最大会最大会到多少？这会长到有时候80公斤、100公斤，无限大，对，就是你看它怎么，所以它不是迷你猪什么，没有迷你，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猪，它的长度是固定的哦，但是麝香猪了哦，对，肥度是不会攻击吧？会，他会撞你，可是他套起来了，撞没关系啊，撞没撞我也不怕。对啊，哎呦，他咬你，他要啃，他有想咬你，有没有想要咬？对，他鼻子往上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咬你了，对对，他的牙齿在里面，对对，他是这样抠下去。啊，你要喂，那为什么你会想养他？养他这样子不是很危险吗？有小孩还得了？没有小孩，没有啊，我们本来是不是外面有小孩啊？对啊，没有小孩。会跟别人讲说不要靠近他，可以靠近，不要摸他。对，哇，这么有个性。那么多宠物为什么要选猪麝香猪？对呀，这个因为本来就很喜欢猪，然后常常会去宠物店里面看猪。真的，然后就看到他，对他一见钟情。还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你们可以让他那个宠物跟你们会一会。他是养那个獒犬。我派你，我派你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养猪的好处在哪里呀？他们忠诚度很高，对，很黏，只认一个人，认你们两位呢，也很听话。对，所以如果你不绑牵绳，他也会跟着你吗？叫得过来吗？但是不太确定。对，太过来了，那就是叫不太过来。那为什么你说只认你？他说不叫得过来，可是很多东西他其实会，他们很胆小啦。哦，而且他占有欲很强。对。猪的地域性应该是是很强烈的哦。就是如果我们出去太晚没有回家，它就会故意踩大便，哇，踩的整间都是。哦，它先大之后，然后再踩大便。对，而且它放养吗？对，放养。放养的话会不会捣蛋？它不会乱撞东西，会破坏，会破坏，它会咬坏所有的家具，它连那个水泥墙都会咬。养它很贵，水泥墙，水泥墙，它出去外面会啃石头，破坏力太强了。哦，那你们今天两位来是来这里找认养吗？没有，对，想把它卖掉。有才艺吗？才艺，才艺有，他有才艺。有啊，我想看才艺。那不如看才艺喽，秀一下喽，好吧？来来来，你家会养猪吗？来来来，看一下。等等。哎啊，嘴巴，水哦，我准备哦。但是还好爱家啦啊。对。猪这里，妈妈。猪猪这里，猪猪，猪猪这里。等等，等等，好。哦。哦。转转。哇。你看，为了要吃，其实他是听得懂的。其实猪是聪明，很聪明。谢谢，他谢谢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好点头哎，有有，好可爱。哎呦，你看养狗。另一边，好厉害，真的好可爱哦，疗愈呢，就这样，多才艺，很厉害了，就这样，这样就厉害，这样就不得了，对对对，这样很厉害，你别看他这样，这样就比你厉害了，不是不是，就是他们要真的把他教到会，真的不容易啦，对啦，付出爱心，然后他带起来哈，你看，但他不会咬你吧？对，他不会咬我，哦，因为他跟你就是太，那这个就是亲人，这个就是认主人的信任感，就不会咬了，哦，他会咬猫吗？you
因为不知道，要不然我们过来这边试试看。因为有一只猫，它会在任何的东西的上面，它都很稳的。可是要主人愿意啊。哦，愿意吗？可以坐在背上。我怎样？要不要试试看？可以吗？真的要挑战？仔仔 OK 吗？哎，小心了！哎，不要了！仔仔在叫啊！哎，算了，他发出声，因为仔仔已经都买了。好，我刚刚已经听了。好，谢谢两位。哎呦，哎，你家养猪吗？上猪。来，接着下来，萌宠球，再来一个。我要召唤博美。哦，博美哈，很疯，最大的缺点就是叫起来很吵，就笑哎。哦，很吵。哎，博美让你意外的 point， 需要细心呵护，容易生病的娇贵狗，很娇贵，养尊处优啦。生病啊，哦，真的不怕冷，有双层的毛哦，都那么小，国际狗狗智商排名第23名，哇，好后面，好后面哦，这个为什么要给它写出来呢？其实没有很聪明呢，边境牧羊犬第一名，是不是？好，冰狗是第二名的，冰狗第二名的，贵宾狗，贵宾狗，冰狗好，贵宾狗是第一，冰狗呢？你看多聪明，自己下去休息了，他下班了，冰狗自己下班，冰狗去喝牛奶，有没有喝牛奶？来，第二名进来一下，冰狗，因为牛奶对他来讲是个食物了，哎，小心那里有猪味。吃人呐、啊、，Bingo， 哎，猪会吃人，Bingo， 你小心啊，你别去你啊，有，哎，喝很饱哎，哎，有，好，一起来看莉亚，还有萌宠我们的小宝，哎呀，莉亚小宝。博美犬好像是比较敏感，对，好像是发抖，它好交朋友吗？好交朋友吗？它很喜欢人，但是狗狗呢？狗它不要，狗它不要，它是公狗吗？它会闻，但是它没有要跟它玩。哦，不跟人家玩，就这样闻一下。它会咬它吗？不会，不会，它不会咬人。那我们专门欺负。它不要，真的，它跟人亲，它跟动物亲，它觉得它是一只人，对，觉得自己人。那你什么情况下养它的？就是我看我邻居有养3只博美，然后我觉得很可爱，然后我就去他们家玩博美，然后玩一玩，我自己就也想养。对，其实博美长得很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吉娃娃 ？No， 长得很像蝙蝠。哎呦，对，他的脸这里有，因为鼻子很短嘛。对，对啊，眼睛有点厌世。然后他怎么样？养他有没有什么好玩的？对，因为他从小训练，所以他学什么才艺大概就是一两天。一天就学会，对，他最厉害一次，一天学2个才艺，这么厉害啊？对，可是哪一种才艺？那他智商不高哎，他只有23，国际排名。对啊，那个是参考啦。我们家是第二嘞，我觉得蛮前面的，就是总共100只哎。啊，100只，我们第二名啊，怎么样？比什么比？这样也要比？对啊，才艺骄傲嘞。冰狗第二名，而且他又是老狗了，九岁了嘞。对啊。好了，输了。来，我们看他来表演一下才艺，好不好？哈，可爱的博美，来。醒醒哦，他刚在睡觉。冰狗那有猪，真的不能去了。哎，冰狗啦，哎。哎。冰狗一直要去，就去闻猪了。他还想，就是要弄，有香味，麝香猪。小宝，小宝，这里放。好，坐下。冰狗。阿宝 ，Hello。因为冰狗牙齿很好。拜托。哎呦，哇，可爱，小宝。好可爱。啊，祷告。小韩把冰狗带走，伯父生病，冰狗快要被猪吃了，还在那里玩。好的，阿宝 ，back， 哎，孩子后退 ，back， 哎，八公哎，八公 ，back， 阿宝叮咚，阿宝叮咚，哦，好可爱，转右一点，好 ，back。真的是聪明的，其实会表演，这是会表演哦。而且他也是很蛮稳定的。我现在比较没有心情看，因为我的狗正在大战猪刚烈。你是看他，他一直要挑衅那个，对，猪叔都没有理他。冰狗有一个好处就是嘎死很好，干脆那个菲菲，不如这样好了，把那个猪嘴巴套着拿起来看。好哟，让冰狗知道一下他的厉害。麦刀啦，对啊。
哎呦哎呦，我们还有个哎，这个是投篮呐。哦，来，还有哦，他还会投篮，真的吗？才艺好可爱。哎，太多才艺，厉害了吧？他该不会把自己整个当球一样跳进去？小宝投篮，嗯，哎呦，投篮吧。真的假的？篮球好可爱哦，小宝，就捡，就捡。我去捡，去捡。Bingo， 哎，两个人斗牛，我两个两只狗斗牛好了。斗牛，小宝捡回来，投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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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啊啊！掉了，再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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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次捡很快。哎呦，主要这个小姐姐很温柔啦。嗯。哎呀，好棒哦！厉害厉害。就是吐掉这个哦，吐掉啊！哎，这是鸡块，鸡块，它鸡块能吃的，它哪里能吐掉？对，怎么可能吐掉？等哦，咬住，好，等哦，好，吐掉，吐掉，阿宝，阿宝，吐掉了。这个是很难的，对，这个蛮难的，是很难，这个那么香，哎，哪有到嘴边的肉还吐掉呢？这有点违反狗狗的本性，真的蛮厉害。但是我们的冰狗也算是锲而不舍，有没有看到？冰狗一直在。好，来，去领这个罐，啊，瓶瓶罐罐，喜欢请瓶瓶就自己领了啊。好，来，一起来看看我们下一只厉害的萌宠哦。我要召唤法拉贝拉马。竟然是一匹马，哎，有没有看？世界上最小的马种叫法拉贝拉哦，马看到的东西比人家看到的东西放大50倍，真的假的？哎，这么大哦，是这个样的，站着、卧着、躺着，随时都能睡，这么爱睡，太爱睡了。马的一生哦，没有平躺下来哦，整个躺下来的时候就是它挂的时候，或者是出生的时候，对对不对？哦，对，那当然。但就是说它有时候睡觉会弓起来，对对对对对，跪着这样，但它不会躺下。哎，弓起来的，对，可能这动物性也不大。一起来欢迎我们陈心怡，还有我们的萌宠嘎比。没事，给他们，慢慢，等一下，太多动物，太多动物，什么都可以，就不要站到马的后面。对，要小心。对，我现在，阿伯他丢，哎，他那个马很有力，可以不可以踢很远？喂，哎，现在就要表演才艺了。哦，好 ，OK， 这肯定是。你看他脚像不像那女生穿的高跟鞋？真的，恐龙，他要整修的。他现在是紧张吗？他现在在紧张，紧张，就是因为有一些声音啊。所以它会有一些比较惊恐的动作。所有的动物基本上都用声音来判断大小。对对，它是哦。我先让它走一圈，让它稳定了，走一走啊。这次可能好一点。这次几岁的这只啊？三岁哦。小公马。小公马哦。对，所以它会。比较有主导性的感觉，但他已三岁等于是成马了，对不对？三岁算是青少年，青少年哦，叛特别叛逆啦啊，对，比较小小的，对啊，我看他也不小呢哈，他算是这个马种里面算高大的吗？他不是说那个不小，对，哦，我是说快马加鞭，你看到了，公马，怎么样？强吓了一跳吧？我让他站起来，头哎，对，应该是可以的，我给他吃个，可以。吃一下，对 ，OK， 好，可以放了。有变稳定，稳定了哈，稳定了，摸一下可以吗？对，比较好，乖了，这样声音就在后面，可以慢慢可以摸了，慢慢可以，就是可以摸。他叫嘎比，嘎比啦，发型好帅啊，嘎比好像有去烫那个自然卷，这是玉米须，这是玉米须，烫坏的玉米须。那这个家庭也没有办法养啊，哈。在台湾的话，因为腹地比较小，比较困难。对，在欧洲的话，大部分有一些会养在家里，或者是自己有个庭院，院子里面让它自由这样跑，然后陪小朋友。哦，所以你们家基本上是有马场让它跑的吗？我是在马场工作。哦，对，那也是骑师嘛。嗯，骑师都是要个子这样小小的那种赛马，有没有？你是连你的重量给马嘛，所以马跟你的配合，你男生的骑师啊，个子也速度。这个东西的话，哇，这个给 C 位哦，那评价没办法，哎，你有很多
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呢？没事没事，憋很久，而且都已经那么大，还不多点，而且它的尿很浓哎，浓，对，浓郁，有草味道，而且它在尿的时候，那个咀嚼会整个放下，超大一个的，哦，很大，它是完全放松，它是火力展示下来，哇，真的要怎么办？强都没看过那么大的，没有，我就要去特别注意的。那他尿完之后，他那边好多了，吓我一跳，他收起来了，收起来了，水真的吓我一跳，收起来了，收起来，收起来了。那这个狗好教吗？它有没有馋？马被吓到了，它是马。太惨了。它便便了，便便生气也有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教嘛，好教。马是马啦，好教。因为它现在状态比较紧张，所以可能跟原本预计的才艺可能会有小落差。OK， 对，那我可能我尽量做。好，尽量尽量。我们安静它就可以了。对，我们安静。首先呢，我们最主要是以牵马为准。牵马的时候，基本上我们还是会有一个位阶的概念，我会希望说让他知道说 leader 是哪一位。哦，你是老板啊？哎，对，我是老板，所以我必须走在他的左前方。那这是他们的一个习惯，所以我必须走在左，让他知道说他必须走在我的右后方。对，慢慢的他就知道说，哎，他必须跟着我走，这是第一步。要乖。然后，对对对，那他如果表现好的时候，基本上停的时候你就稍微慰劳一下。对，慰劳一下，然后请他停在我的后方。No no。嗯，好了。对，那你就可以给他一个你跟他讲北宋，对，就北宋，对，给他的 kimoji 包，对对对，来姐姐掏吃的，然后再给他吃的，哎呦，对，那如果你有吃就走了，对对对，就会稍微好一点。那如果你发现哎，其他的状态稍微比较稳定的时候，我可以试试看把它放掉，或者是我帮他把这个绳子绕在身上，然后让他跟着我试试看。那基本上因为位阶已经跟他沟通的非常清楚了，所以你就可以让他知道说他必须 follow 我。对，或者是快一点，对，类似像这样。然后停的时候，我停住，他必须停下来，不可以踩尿。对，然后可以给他吃。对，好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，哎，不错嘞。对，就是你要让他第一个，你先让他知道说，哎，他必须要跟在你后面，follow在我身上。那最后有个小才艺，他会站起来，但是因为今天的状况他比较紧张，所以我试试看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就金马奖就对了。哎，类似，对，类似金马奖。哎呦，好，老 B 来，来，交给我。嘿，哎呀，好棒啊！好，来放下。好，啊，这个是他目前会做的小才艺。然后这个东西，他有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是，当他表演好一个才艺，或是他听从指令之后，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奖励。啊，对。然后或者是拍拍他。对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。那我们就默默祝福他不长错，因为怕把他给吓到了。好，谢谢。那也麻烦帮我们清理一下这一坨尿。哎，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嘉宾，谢谢嘉宾，谢谢嘉宾，下班了。来召唤萌宠，来什么？我要召唤果子狸。哎呀，龟鸡马来了！哎呀，果子狸，哎呀，来来，果子狸不知道看一下，看一下 point 呢？你意外的 point 呢？杂食性夜行哦，它晚间才出来哦。然后呢？哦，肛门附近有臭腺，啊，没有。然后遇敌时候会释出异味，哦，就像臭鼬一样，臭鼬一样，臭鼬一样，用臭味。交配时间不长，但一天可以20次以上。哇，厉害！一夜20次了，一天20次。对了，天哪，跟人类很接近。没有吧？还有啊？那人类干嘛比自己？那个很短呢，那哦，我以为人类多长。那是你就7秒。对啊，你7秒。一起来欢迎我们的阿贝，还有带来他的萌宠来来，还有8万。哦，很害怕，会啊。对，这只很紧张。大哥你好，对，这只很紧张。哦，哎，这个哎，你们有见过面？这只麻烦你，哎，这只背板就谢给啊，背板做谢给，背板很乖啦。那因为他害怕啦，对他不能攻击嘛，会攻击嘛，还好，但是他就是会。会紧张，他会一直爬，他紧张，他要爬上爬下，代表他不安。他想要躲起来，这样啊？你跟他相处多久了？还可以相处4年了，4年，对对对，从最小的时候。哎，对，还没开眼的时候就开始养哦，一定要唱啊！这一只也很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小的，好可爱，哎，它也可以在肩膀上面，因为它闻到那个马尿味，抓到肩膀上面之后，你它会很痒，它一直在闻，这一只比较乖。
比较稳定性比较好。这一次啊，对对对，他好像要攻击你。他也在转圈，他为什么一直在转圈？表演才艺，表演才艺了。哦，这样提起来可以啊。哦，他紧张的时候他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等一下，舔你的耳朵里面。我对这一种是特别有兴趣，因为我们那无聊咖啡东区那个无聊咖啡，对对对，的图腾就是 MB。那你要不要上去那个宪哥的肩膀来？哎，妹妹，不要不要，因为刚刚地上有马尿，我这里已经有猫味。对呀，这次为什么可以你把它驯服到这么样亲人？哎，其实小动物都一样，你就是在小的时候就要跟它多接触。在我们本身就是它妈妈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再来就是我们有农场，所以我们假日有很多游客会去。那我们它已经习惯人了。对，我们养不多，所以我们都会抓出来给游客去抓摸喂奶牛奶。所以它就习惯有人。那我这样讲，不知道会不会让你委屈啦？就是说，能不能向后转继续介绍？因为我想看他，因为我们想看他，不想看你，好不好？因为那脸藏在后面，他刚来了，来，不会攻击吧？不会哦，因为人我们在这里就不会。如果我们人不在的话，他不认识你，有时候就会他会给你哈气。你不要看那个果子狸啊，对，他会给你哈气，牙很獠牙，尖锐的，还有指甲也很尖哦，杂食性的，对，对对对，这个也杂的哦啊，这个会吃兔子吗？兔子倒没试过，兔子没试过，鸭子倒试过，它吃鸭子，对，攻击鸭子不是吃啊，它就是把它咬它而已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有一次被它偷跑出来，然后我们有养鸭子，结果隔壁天哪，就跑去隔壁笼子就把鸭子脖子直接就扭断，哇，这么凶。很凶哎，对对对，我想吃东山鸭头。然后还有一只鸭子不小心想要偷吃它饲料，拖进去，偷吃我的饲料，拖进去，它很凶，继续扭断。哦，还是把那给干嘛啦？你在笑什么？他一直在亲我。他这种身体的那个肌肉结构是很扎实的，他跟猫比较像，那指甲会抓，所以他在紧张的时候，他爬的时候，他指甲就爆发力很容易就抓伤，爆发力非常。对，所以一般我们给游客摸就是。我们抓着抱着，有影片可以看看他游泳的样子哦。来来，游泳游泳游泳是八万，哎，八万，八万。哎，在哪？八万。哦，他跳下来游，对，跳下去游泳啊。哎哎，可以的，动物性嘛。他这个哈在沙漠长大的，所以基本上的话。很多人不知道他会游泳，其实哦，对。然后那次我也觉得，因为我很喜欢玩水，所以在我们农场，我就觉得每个动物都要试试看会不会游泳。啊，可以耶！哇，哦，那个泡温泉哦，对对对，哎，38度以上的，啊，这个没有没有，他喜欢热，没有带着舔你，没有带着链子，蛮温暖的。喂，你看他爪子有多长，很可爱，小的可爱哈。对对对，那个脸没有表情的，反正好玩，对不对？来，有才艺拿出来表演一下，来，吃橘子，好好啊，会腿啊，扒皮的吃，橘子扒皮，牙都吃了，那么厉害，哦哟。所以他会自己剥皮哦，哎，怎么那么好笑？他现在很紧张，哎，然后他们又夜行性的，刚刚咬着一直想要去躲起来，对，嗯，你可以的，还蛮可爱的哦，很漂亮哎，吃一口看谁剥开，他们一直在看你们表演，他一直在看前面比手画脚，哎呀，阿贝阿贝。你让八万试试看好不好？八万哟，八万可能很爱哟，八万来，八万来，八万加了加了。第二啦，第二啦，哎呦，背完气嘛。八万好像很放松哎，八万基本上很好命，都是我拔好给他吃。哦，拔开给他吃，给他吃，拔开。桌地板，我想还没送来。对，扒一个给他吃好。好啊，那我们可以看他吃。对啊，而且八万很爱笑，你看我烧他痒他就笑。来来来，你扒给他。咯叽咯叽咯叽，可爱哟。好了好了，他好可爱，他的声音好笑。他基本上他不想给人家摸的时候，他就会这样子。哦，是哦，我以为他很喜欢，他是不喜欢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他是这样，你说先不要，先不要搔痒，不要搔痒，先不要，痒痒痒痒痒。哎呦，我小心攻击鸟。阿曼，好了，阿万，吃下啦。哎呀，八万的才艺就是吃橘子。哦，他呢？他也可以背对，他也可以吃一个吧。他会背对吃。他不要，他紧张，他太紧张了。因为这种动物，它本身就比较紧张一点。哦哦哦哦，好可爱，在叼着哦哦。
哦，跟你讲，跟你讲啊，喝假哇，太棒了！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动物了，有猫，有狗，有那个哎，有乌龙，还有小马，还有这个猪，别夹，别夹。加，偷吃的偷吃的偷吃，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在 focus 他，他就放心了。我们这个小小动物园，让他们一起去玩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交流一下。安姐啦，好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Thank you。本节目由36 Plus 白金光泰胶囊冠名赞助播出。